各位朋友，我们在那个树下有一些木箱子，里面有一些那个草席或垫子，可以拿去草地上坐。好，谢谢。那各位小朋友，请不要跑来跑去，我们待会儿演戏就开始了，谢谢。或者也要小心各位的脚步。各位来宾，让我们欢迎黑孩子乐团。Peace.
好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刚才这个前面有一段精彩这个演出，是圣贤宫哦，我们谢谢，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，谢谢我们所有圣贤宫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的观众们，谢谢他们。圣贤堂啊，哦，圣贤堂，不好意思，圣贤堂哦，那么他们这群。对这个传统艺术相当有深入研究的这个弟兄们哦。好的，那么最近是元宵节啊，元宵节就快要到了哦。那么尤其是在台东有这个炸邯郸的活动哦。那么今天黑鸭子呢又踏上了这个铁道上的舞台啊，那么我们要辛苦的工作人员哦，再为各位准备椅子哦。如果大家也要你往前坐哦，尽量往前坐，前面有很多的空位，哎，你们就是放轻松来听歌。哦，刚刚过完年哦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哦，那么心情应该都还是很兴奋。好，那么今天黑 S 呢会带来一样是自己写的歌哦，那么还有一些很轻松愉快的歌曲啊。那么第一首歌呢，我们要唱一下应景的歌，那么这首歌呢叫做《Made in Taiwan》。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？因为不管你是客家人，你是原住民，还是你是土地人，我们都在这片土地，我们一起长大，所以我们都是 Made in Taiwan， 我们都是台湾人，对不对？Yeah.